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境封锁。今天要解这个汽油弹制造厂。我们要在男的打那个吗？对啊，我们沿路攻破几个支线的话，应该就可以到那边之前升到十等了。超难的，你不会去瞄看困难吗？要啊，当然要开困难了。喵！好了，就准备出发喽。好的，这是我饼干你吃。什么？好了，就要准备出发喽。我好的，要不你打我？啊 ，Go！机构指甲什么时候变？你们是不得要我吗？我先不要指甲，马上跟上。哦、哎呀，每次进，每次进到这个雾里面，就给我用走了。按扫描吧。是怕侦测没有通过吗？可能是要看你有没有病毒之类的。我还看到有人被关在外面。没有。就是有人说他被关在那个门外。You're like an angel。我帮忙去看那个燕子。你救他？对啊。我们去搞什么？没干嘛，我就有经验。刚有敌人，四个。哈哈，我才开两枪。病毒研究，这麻烦。我们一起找应该会比较快吧。它可以分别按两门。好像可以。试一下。两门好像没到分。好。哦，这个不会就是之前我找很久那个大哥地方吗？是这个吗？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好远。是在另外一边，应该是让我们绕进去吧。好，你应该从另外一边走吧。刚才我们绕一大圈，里面又有敌人。哎呀，很激烈。对啊，我也记得这边会有敌人，要小心哦。前面很多只哦。对，我看到那个发什么？有新的。哪里哪里？刚刚我看到什么东西出来？等我一下，等我复习。后面有个那个生存手册，你看到吗？没有哎、欸。我刚刚看到我只有看到这边还有其他人。
you. 有吗？不用跳的。我只要看他这边好像有装备。这里是我刚刚站的地方。没有看到生存手段。清洗背包。八公分无缘吧。你说继续吧。冲啊，前进！地图里面就有他，我怎么着了？这应该会在这栋房子里啦。是吗？这房子里啊？好吧，那个，啊不，他的地图被我弄掉，你再帮我弄一下。没有弄掉啊。我这边是生存指南啊。我这边看没有问题啊，跟我来，跟我来。Welcome to Pricer House Customer Service. Due to recent events, our stores in the greater New York area will be closed until further notice. We apologize for any inconvenience and hope to continue providing quality. Warning. Contaminated supplies detected. 哎，我被那个洗掉了。哎，他讲完了。Warning. Now entering a contaminated area. Alert.Contamination scan initiated. 我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就每一天，就只能每一天回去找。哦，好多个哦。然后我们应该都是满的吧？这里，这里，这里，带着武器的。哦，大箱子哎，蓝色散弹枪。咦，这个拿不起来。我这是重装护膝。怎么拿不起来这个包包？你拿不起来。这已经增加我的生命值了。增加生命值。我最后决定我的目标是便利的，那有一点血量的角色。什么东西？就是电跟血差不多的。我看到那台大台的。啊，这里太多人，就能卡住卡住卡住。到时候应该会有啊。捡不起来。啊，这边有箱子。怎么这么快就东西满了？大部分的补给品应该都会是满的吧？还有放弹药箱，好，到底是谁会在自己家里放上一个弹药箱？我吧。你？对呀。你会这样？保护熊熊，这是必须的。才不会被咬死吗？对呀，一个点。一家感到非常。这都捡不起来。我以为时装不，不会，你要对着地板的。对地板呢、啊？你不要对那个箱子。啊。那我抓你刚刚的东西拿不起来，我哭哭呀。那你下次捡啊。Exiting the contaminated area. Alert. Contamination scan initiated. 三分钟要这么久？时间充裕。
我好焦虑呢。我觉得要出去。这里吧，通过这个房子。听到你说过的植物间。这个地方。这里一直有落地的啊。你有看到啊？有啊。好小了。哇，第一枪就命。哈哈，全部没走，等一下。啊，终于打了一个弹匣，终于打中一发。应该没了吧？Contamination scan completed. Data uploaded to JTF servers. 那个香香有看到吗？那个我在找，这边这边。不知道什么枪。从这边下去吧。咦，你从那边下去了，那我的那个衣服怎么办？再来这个。Oh, honey, there's a cold. 我在跟那个回应一下观众。你妈的，你不要吃了。我的衣服。一直你怎么不懂啊？是哪里？我觉得衣服都重复的吧。都有重复的吗？因为啊，这个我拿，我大帐拿。是共用的。我们会回邮局吗？没有，还不用啊。解完那个再回吧。主线任务解一个再回去吧。What, you miss your stop? Even从那黄色的地方翻起来，我不会。你跑去哪里？你们没有跟上吗？没有。好，我在外面等你们。你是在街上吗？对啊。好，就刚好，我来找你。你妈走走走右边，对对对。没有人。场地没有网路，为什么？
来啊，哈利。等我一下。那我觉得还是没有人。哈利，哈利。我回应一下观众，如果手机没电的话，就省着点用吧，不然没办法，不然就下次买一个行动电源。你可以插着电用啊。录音场地哪个地方让你插？是的。没关系，打又拿什么？你可能还没打。我刚打完呢。啊，这个有啦，这个最后魔王在最上面。要开始了吗？趁那一只金粉，快出来！烂东西！哦，你在把那个金粉点掉了。还有？有吗？刚刚是第一副手吧？还是还没？第一副手都还没解决。没有人来，在前面吧。啊，是，哦，怎么样？有啊，有这个，有这个碗啊，你看不出来吗？嗨，我们跟辛巴一起在开台，辛巴的观众啊，等我啦，你们一直冲，有人下来了，哦，看到人了，棍子的，啊，你得到。别打了，今天的悲惨命中率啊，啊，看上面，你竟敢打他，他也跑太快了吧。哦，你们就是让冲上去哦，因为他一直跑啊，打不中啊。喂，等我一下吧。哎呀，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打到跪地求饶。哇，我都没有打，因为他躲着啊。不要哭。难道难道他们是男生吗？这样子讲。他不是女的吗？不要拉着你啦，让武器零件你。还有武器。不是你包就要满了。是你要现在回补吗？ Oh my god！ 我就觉得还不用呢。But we got a medical supply drop that was sent out yesterday. 你这样不让我看我的包包就要满了。Those sick people could use that. Can you be a dear and look for it? 找药品的任务。Hello. 新发，你的声音又爆了。
你发生什么事？不能吃东西吗？走吧。哪里在捡？这里啊。那条绿色装好没有捡到哎。绿色装。有没有？你又不一定有。我刚捡完啦，等一下。机枪在那，你也不能干嘛，不是吗？哦，我不小心按进去的，它就飞下来，不行。哦，这个医药补给站。Warning, incoming hostiles. 导数补给品，它是只有一个而已，在里面啊。哦。还没到吧？你要怎么买？Warning, supply is taking fire. 换下一个在上面。这里有楼梯。啊！没了。没了。不知道问题。还有吗？感觉好像还有哎。因为他还没叫我们换啊。下面，妈你那个啊，走那个，我打不到。Warning, incoming hostiles. 守住补给品，楼下。妈妈，快死了！我住了，我住了。开枪了吗？Warning, supplies taking fire. I must say we're all very impressed with how you got that medical supply drop secured. I'm going to tell Benny all about you when I see him. He's going to love it. 哎，原来这边有路哦。Nice work bringing back that stuff from Abel's for Dr. 那我觉得我们快要到主线任务之前，包包要买。哎，装几下就满了。有个安全屋可以卖啊。I'm exhausted. 我们得先升到十等才行。放在地下室的。妈妈去哪了？你现在包包几个？三十啊！
三十还没啦，你不是四十几个？四十五啊，还早啦。那是我刚好把它清掉了，哎、欸，我是中特中你。往下吧，这边有个下水道入口。嗯，有看自动渡轨吗？不用找了吧。Intercepting radio transmission. Stand by. 他好像在这底下。灯光不见了。你还在哦。哎，下面有敌人。手脑不转，我以为你要转。没有啊。Water pressure at critical levels。正前方。Morning。好啊。还瞄好了就死。不是。我这木板里的敌人好弱，他恢复水压，帮我解决他们。太努力了。Hostile forces approaching。上面有一个。装备箱。等一下拿了。我觉得他喜欢美了。因为被打到了吧。Morning, hostile forces approach. 还有啊。哦，我那边有机关枪。啊、哦，难怪我想到他们怎么都排呢。Morning, hostile forces approaching。人下来了，认定他死了。这么准。厉害吧，呵呵呵呵，不给我讲。被好了不给你打。Water pressure at critical levels。哎，可以解除了吗？对呀，一个血压，那个已经被转掉了。被我转了。哦。哦，敌人，敌人。Attention, I'm online.Water pressure stabilizing. 还有，我感觉这样子好像升的有点慢了，我们要去乱找一个等级再高的那个支线任务啊。我是想用沿路打过去啊。沿路打过去，如果还不如去打等级比较高一点，这样子一下就一下就升完了，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快一点。这个是点数的，这个不是经验值的。Oh dear, we just got some awful news here. Some very nice people are being held hostage by some of those rioters. I don't know what's happened to values. I'll just send you the coordinates. 啊，交一个士兵的任务。摩塞亚怎么出去啊？我迷路了。嗯，这里吧。唯一有开门的那一个。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分享出去，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
谢大家的收看，拜拜。